花团乡一年一摆元宵夜灯牌活动，2018年白沙坑夜灯牌文化节，每年3月初1到初3盛大举行。县长魏明国、花团乡长李兴泽、甲文德江、主委王良峰等，诚心邀请民众做伙来过一个无同款的元宵佳节。咱伫今年3月初1，啊，我3月初3，啊，就是咧山沙岗，伫咱文德江来举办夜灯牌的这个活动。啊，今年甲无同款，就是咱扩大的这个活动的范围，所以伫咱的夜市啊，咱嘛办一挂民俗、菜艺，啊个舞彩，吼，的这个活动。啊，欢迎哦，咱全省这乡亲哦。啊，大家吼、哦、来看看闹热哦，看夜灯牌闹热啊，神山哦，啊拜托你公伯啊，托你公伯啊，身体真广大哦，真勇敢，会保庇大家吼、哦、啊，身体健康，大家赚大钱。已经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的白山区夜灯牌民俗活动，历史悠久，今年阁扩大活动范围，伫花坛夜市广场。举办民俗才艺甲舞彩的活动，除了这以外，也阁有创意灯牌比赛、社区才艺秀、甲祈求福德老爷招财金等等系列的活动，欢迎民众做伙来赢灯牌、彩鸡，祈求狗年平安顺利。公益频道高伟潇、齐世昌花旦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